好了，我们这边的比赛开始。右上方红色的虫族大狗 Gorush， 运营魔术师。我现在状态不佳。啊，左下方蓝色金鱼，一向萎靡。咦，看到数据上面表示，这个今年六月份的时候 ，Gorush 曾经在审判日上面赢了金鱼一场。对，这回是金鱼的复仇战。大狗有机会啊，而且这个合成有人说是空军的，算是一个御用出气筒吧。啊，空军是打谁都输，就打合成能赢。看看这个魔咒会不会今天再一次的实现。맵데이터부분에서는이제테란대적구가4대0으로또테란이앞서고있기때문에구성원선수가할만하지만박태민선수개인적으로는구성원을만났다는측면에서어나도자신감회복할수있어이렇게생각을할수있을것같네요내가마지막에이겼던테란이얘야진유还是把兵营修了下来，位置也是选的比较的奇葩。어쨌거나두선수다靠前大狗十二地外双서로를좀디딤독으로어느정도좀일어설필요가있겠습니다地图还是蛮远的，可以考虑裸三。好，这边安泰姆对老黄，也非常值得期待的今天的一场比赛。那么由于是安泰姆已经归队了，这边也是启动把队长的袖标还给了我们的死神安泰姆。咦，先弃矿，多补了一个农民。大狗是有点模仿了解冻啊。지금홍진호와오영종의공식전은오영종소아번狗速的打法。공식전1대0이바로但是大狗想甩死嗨呀，能甩得死吗？还有方面，农民也是来到大狗家，你看十二地外双，自己该没有退掉这个金枪兵，连单兵四二矿，看到队友十二地外双的话，还是可以考虑退掉这个金枪兵的。老黄露出了商业式的微笑，哼，我还跟死神争什么呀争？我赶紧去陪老包打星期二了，我虐死他。我星期一刚练出头来，你就跑到星期二去了。啊，不给我机会虐你，不行！十年前的仇我一定要报。你到星期二等着吧，啊，我一会儿就现在就偷偷的练习啊，随时准备去虐你。话说在 GS 上面，老包好像也是被谁给四比零了，好像是被淘汰了。哎，보다꼼꼼하게정찰해줄필요가있습니다박태민선수는요박태민선수가好，这边阿本狗速应该也是在升了。좀잘하다가진경기도있었고예뭐저그대저그를기대를하면서뭐출전한것은아니었을까생각좀들긴저희가房子哎，不错。黑夜对于解冻队友，对于这一招应该也是很有经验。以前一直是解冻的陪练嘛，很清楚解冻是喜欢用的这一招，特点都在哪里？这招首先最明显的是两个变招啊，这边又变了一种。最明显的两个变招，一个是多出狗，就是这个狗一旦出的时候就不停了，然后狗速的那一波小狗特别的猛，差不多有一对半到两对的那个狗的数量，你即使修了一个地堡，如果没有农民的卡位都挡不住，狗可以过来强行的把地堡直接咬掉。还有呢一种就是一般只出四只狗啊，只出四只狗，提的狗速呢是封人族的侦察，然后这个时候呢黄埔农民是在飞龙出来之前就把三矿放下了，然后三气的爆一攻飞龙，然后不断的去甩人族，这样的话即使没甩死，也甩赚了的话也可以转型。还有的话呢这边国战士的话呢则是使用了另一种转型，就是转 Lurker， 但是他这个狗就没有能够起到一个风侦察的作用，这边细节处理的不好，让人族的 SCV 居然是顺利的溜到了自己家里面去，这样子的话自己这个战术可就纯暴露了。嗨呀表示开心死了，自己的正面这个地堡的位置太完美了，
横着一会儿这地堡、啊、并排再放一个就无敌了，这波洛克就可以轻松的防守了。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步步第三个兵营赶紧的把中工科技攀一攀，还是只要正面那个地堡数量够能守住就行了。那个房子稍微是有点碍事，这个不太方便他拉农民。好像大狗的这个 Lurker Rush 是被人侦查到了，你还怎么打呢？硬上吗？硬上也不是很明智啊，人家都知道了。可你不硬上的话，这个没有飞龙，没法甩人家。好、哦，这边还要还是先放第三个兵营。他是打算顶出去吗？倒是，护士倒是出来了，速度还是很快的。啊，这边一看两个地堡。那这边的话，成族这一波肯定是很恐怖的，人族最好还是老老实实的在家防守，等有了科技优势再出来跟成族慢慢玩。顶出去并不明智。本的这个二矿也是有一个背后的高地，大狗似乎是想要利用一下，里面大量的小狗也是可以藏起来。这边用 Lurker 来扎一下这个发电厂。好，四个 Lurker 直接埋过来，扎呀！好，我六个、七个，我这么多 Lurker。大狗倒是真能爆啊，一下爆了七个 Lurker， 然后后面还有两队的提速狗。这个如果人族正面想出门呢，肯定是在骗自己了。哎呀，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菊花被人家扎爆了，但是苦于坦克出的太慢。这边狗直接溜过来了，漂亮一个兵营堵一下，但是即使堵了这一下也防不住。这个菊花这么脆弱呀，这深吸一口气，我这怎么办呀？这兵营被人家控制住了。现在这虫族需要做的很简单，后面不断的蓄狗，然后这个从后面不断的往里溜，只要是阻止了人族的把重工厂修好就行了。这边不让人族有坦克啊，这边不仅是控制了兵营区，连主矿都没了。那边空军表示很开心啊，御用出气筒就指着你拿分呢。这个地图的菊花园是可以通到家里面去的，这我还真不知道。今天算是见识了啊！大狗难道是看这个架势是要拿到这张地图的 CVT 的第一胜啊？直接升三本也是跳蝎子。现在这个 Lurker 埋的位置不是特别的好，其实有七个 Lurker 是完全足够可以把这个人族兵营区控制住的。好，现在来控制，配合新生产出来的一波小狗，这里人族机枪兵没有办法进地堡了，进去了也是白进。这里没有雷达，好，撒把雷达也没用了。这哎呀，已经是彻底的把家给人家了。新战车的护士也是来不及去帮助机枪兵啊，深吸一口气，GG吧。这地堡只有一个，里面带机枪兵啊，带的不少，四个。这狗也是死得很快。啊，这个机枪兵表示无压力，我这这么多地堡，你可以咬掉我一个地堡，但是我机枪兵还可以进入另一个地堡。你看，这个真流氓。不过。大哥表示你进吧，我把你农民扎光了，你又没有雷达反隐，你拿我这些乐事怎么办？三本都不需要了。狙击啊，非常的痛快，在明知道对手使用 Lurker Rush 的情况下，黑夜同学是纯没防住，这个实在是太二了。大狗，哎呀，还眨个眼，哎呀，大狗表示自己依然很年轻，成真女友。这个赢的确实是战术相当的不错呀。在这个地图上面，难道这招就无解吗？也不应该呀。后面造两个地堡的话，感觉确实造两个地堡都挺不好防，但也不应该就这么直接被人一波打死。确实很被动，不知道防哪边，两边都是，正面也是防守压力很大，菊花也是防守压力很大。这样子合成陷入了一个艰难的境地，被人家2-0了，就跟那边 KT 一样啊，都是这个一个人的战队的劣势就体现出来了。第三场比赛地图，伟大的航路，大魔王上不上啊？大魔王需要你拯救一下队友了呀。好，这边 Lomo 站了出来，难道说是公公想上场吗？
公共不如派到第四张地图这个太阳帝国上面比较合适。정말아공군에이스이번시즌에도다시한번하승킬러의이미지를완벽하게보여주면서이